弟兄姊妹，我们开始一个新系列，是讲到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今天的主题是在至圣的真道上操守自己。由大书的内容，特别是针对关于危险日子中有些的提醒，其中提及在至圣的真道上操守自己。至圣真道就是指神的话，神的话绝对无比，超越世上一切的道理，亦都是最宝贵。神的话能够操就我们，使我们成长进步。我们是在亲近主当中亲自享受领受神的道和祂的心意，并且是与祂相交。个人亲近主的时间极其宝贵，亦都冇嘢能够去代替。同时我哋要多听信息，领受神俾历代同埋呢个流宝贵嘅亮光。咁啊，犹大书呢之前呢有呢个彼得前后书啦。咁啊，喺启示之前啦，呢个犹大书实在系喺主翻嚟之前啦，喺啲危险嘅时刻。即提醒我哋噶，俾前书咧就讲到各方面嘅试炼，就讲到我哋呢个信心咧经过咧，我得到个称赞、荣耀、嗱尊贵啊。咁俾后书同埋呢个犹大书咧，都讲到嗰啲好多虚假嘅嘢，实影响嗰啲话信嘅。我睇犹大书二十节，念圣经啊，好宝贵。喺日子咧，我一齐啦，保守自己嘅心，荣耀嘅见主。才有个荣耀的心呢来完成个心意啊。第十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点呢？在至圣的真道上。所以主俾咗我哋最宝贵的至圣啊，完全是唔理你乜嘢嗰啲讲乜嘢嘅道理或者文字啊，完全是两个层面嚟，冇得比佢。至圣唔单圣，我系至圣嘅真道上，根本系最宝贵噶。当然佢加俾最宝贵嗰啲，完全系你睇到个神嘅声音喺里边嘅，个音质啊，太宝佢嘅话，净系你得救咧，圣经上一部分讲到我哋点得救咧，你得救咗已经改变咁大啦，仲有一生咧，即系神俾咗我哋最宝贵就系嗰位至圣啊，完全冇比噶。佢嘅话，真系谂起咧，与人都尊你嘅名为圣，佢名系圣啊，完全冇比噶，冇人可以比，整个又冇嘢可比，完全系另一个嘅层面啊。佢系至圣啊，亦都有佢哋圣名啊，佢系点咧？系又圣。我哋好宝贵啦，圣颂诗篇度咧有，佢你嘅殿永称为圣，有啊，佢殿喺地上嘅圣，咁当然入边仲有圣所、圣所啲啦，但系咧呢个都系一个缩影，一个影儿预表啊。咁我觉得教会真系咧，如果教会，我真系最圣嘅又系。冇比啊！喺全宇宙中，教会帮佢联合咗，极大嘅奥秘，已经系主话嘅永远成为人啦，系大灾敬虔嘅奥秘。但我哋帮佢联合咧，系极大嘅奥秘，呢、這个大灾嘅奥秘啦，使到咧呢个极大嘅奥秘能够永远嘅成就。哇！太宝贵啊！我哋帮佢永远最深联合咗，已系最大嘅奥秘。咁呢啲都系喺佢至圣嘅真道中讲出嚟噶。咁仲有圣灵开眼睛，引导我哋进入一切嘅真理。但我同埋你哋咧，更加喺至圣嘅真道上点咧？操就自己啊，
嗱，佢个话系冇俾噶，你睇咩都我俾。咁加上咧，我唔系单单睇佢话，我有一个亲近领受嘅心，享受系帮相交咁样嚟领受啲至圣嘅真道，佢造就你噶，建立你。不过都话咧，佢离开佢所学，将佢交托俾佢恩惠嘅道，呢道能够建立佢哋。当然啦，我感谢主啦，就咁多年第一二三程啦，我真系感谢佢，佢喂养我，佢困养大牧人，佢喂养我，同喺最终咧都喂养我同弟兄姊妹啊。佢白花中，我同你都系，加我哋有几朵白花喺度啦。咁你喺屋企都系白花嚟喎。百合花中，所以我最好紧要噶，啲百花聚埋啦。佢喺百花中喂养嗰啲羊啊，雅各书讲第一程、第二程、第三程啦，真系真嘅经历啊！我都记得啊，呢个群羊啊，大牧人。在百合花中，他聚到他那里的时候，他走在中间，他在中心，他在百合花中怎样喂养啲羊啊，甚至我在讲的时候他喂养我的，他都叫彼得喂养的小羊和喂养那些大一点的羊，即是他很真实，聚埋是不同的，有些东西你个恩嘅时候享受唔到噶，今日主俾我咗个永远嘅家。有日嗰白花喺身上出冷，哇！嗰、那个成个圣所嚟，神嘅荣耀即充满，我喺佢光里面，真系我朝朝俾喺地上嘅时候。真系太超越啦！佢话你同我预备咗啊，嗰度唔单止咁靓，最宝贵嗰度最有阿爸主的圣灵，系弟兄姊妹啊，白花有咁多白花啊，全个教会喺佢度。第一程嘅时候咧，嗰阵时我哋喺唱啲敬拜喺度。缺咗一啲啊，但喺读圣经嗰度咧，相当好噶，就祷告嗰度，主帮我台大家咧，更加喺知性嘅真道上，我喺度领受。咁当然啦，你可以听信息啊，好紧要啊。我记得咧喺大洪州，喺旧年嘅时候咧，最好大祝福啦。走之前我就话我留低地上。最宝贵嘅，即系物质方面嘅啦，俾佢哋啦，就系、是、过去讲嘅信息，或者诗歌啊，咁当然要抄录嚟嘅书啊，嗰啲系帮助你喺知识嘅真路上，主向我佢俾我嘅嘢，亦都就俾呢个流啊，因为最兴起呢个流咧，系要呼吁到最后。就圆到个爱缘啊！即系我唔系边个，但系因为佢托付咗，佢喺一二三程啦，俾咗我哋一啲。佢特别系完成佢嘅爱缘，即神心意嗰啲，所以个信息系有佢特别嘅重要性噶，就唔系因为我边个。而是因为他的心意，他信实，他要完成他的心意。咁但系好紧要就呢、這个唔代替到你自己喺神面前亲近咁佢，谂领受噶，佢开你眼睛，佢帮你心讲话噶，
嗰啲咧对你心嗰种嘅供应啦。所以两方面啊，但原来睇唔到你个人方自己嗰、那个。咁但系嗰啲嘅信息系好重要，因为我唔系单单自己领受噶，嗱就我都要吸收历代嗰啲啦，先俾咗佢哋嗰啲。不过咧中间真系有啱有错啦，先俾嗰种分别你咧，简直完全系好麻烦，就必定中毒噶啦，我咁讲。咁我都唔系边个，又因为佢就为着佢心意咧，佢即系俾咗我分辨力啦。同我初信已经系佢使我已经帮我好近啦，同我嘅显现啦，就心灵经历佢啦。呢啲系佢为佢心意啦，佢真系好信实。主要俾咗你太宝贵嘅呢时代嗰啲，真噶！我睇咁多历代嘅书，咁多书，咁你谂下。我就喺温哥华咧，成十几年啦，根本就系要信息落地，睇一试过啦。佢试过都系帮完成个心有关，帮信息里边咧有重要嘅有关噶。单单嗰两首诗歌咧，已经帮助我已经好多年，已经太宝贵，太宝贵啦。嗱，真系噶，你只亲自读多啲圣经咧，你心会坚固啲噶。你亲自经历噶，你亲自。女子啊，要听，就要想啊，佢帮你讲嘢噶，佢侧耳听啊。你读佢话时候可以会进入敬拜里面噶，同你读到佢越来越熟嘅时候咧，你直情可以就算冇圣经，你就咁一张张喺你个。心目中，你可以默想喎、啊。举个例，雅歌书，因为我已经读咗，真系我都唔知道几多次啦，已经。就算我喺床上，我都可以啦，一张张啦，可以放映出嚟嘅啫嘛，一张张过去啦。咁你特别咧，每一张咧，佢特别咧，注对你嘅爱嗰啲啦，我心感动啊！你揀啲特別啦，你心珍貴嗰啲啦，你可以將將去享受下啦。咁你可以進入敬拜裏面㗎，你可以個心好安寧㗎，你享受佢呢份愛㗎。我咬個書啊，呢個係好好㗎，你咁樣用。